天气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断四时春。海内外的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上的美丽春城昆明，我在这里代表全市726万各族群众向大家致以真诚的问候，欢迎大家到昆明旅游观光、休闲度假、投资兴业。昆明是一座春光明媚的城市，这里四季都有温暖的阳光，每天都有清新的空气，处处都是盛开的鲜花，不同颜色的美丽花海装扮成七彩大地，每年60亿枝鲜切花畅销世界各地，50000亩滇池湿地美如仙境，连接成绵延100公里的湖畔美景。30多年间，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不远万里相约春城，从未间断，演绎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佳话。昆明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城市，这里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，有世界自然遗产和地质公园十里，东方雕塑艺术宝库琼竹寺，滇中第一山轿子雪山，雄奇壮美的西山龙门，色彩斑斓的东川红土地等一批知名旅游景区，丰富的自然禀赋和壮丽的山川河流让人流连忘返。昆明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城市，这里人文底蕴深厚，民族文化丰富，珍藏了许多文化记忆和历史遗存，古滇文明在这里发祥，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这里出发，国歌曲作者聂耳在这里成长，云南陆军讲武堂将帅辈出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英荟萃，这里还是民族文化的大观园，26个民族在这里和谐生活，异彩纷呈的民族民间文化和边疆异域文化在这里极具交融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个性和文化气质。昆明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，这里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，有8条国内铁路交汇，5条国际铁路出境，新近开通的京昆、沪昆、广昆高铁大大拉近了昆明与外界的时空距离，从北京到昆明乘坐高铁时间仅需要12小时，昆明长水国际机场308条航线纵横世界，每年迎送旅客超过4300万人次，昆明是一座健康宜居的城市，这里空气清新，气候宜人，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8.9%，在全国名列前茅。独特的气候优势、生态优势、生物多样性优势，让这里成为宜人宜居、养生度假的健康之城。今天的昆明，正在抢抓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、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机遇，全力打造世界春城花都、历史文化名城、中国健康之城的崭新城市品牌，加快建设立足西南、面向全国、辐射南亚、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。明代刘伯温讲，
江南千条水，云贵万重山。500年后看，云贵胜江南。美丽的春城，生机勃勃，勤劳的昆明人民，热情好客。我们热忱期盼更多的朋友走进昆明，感受昆明，与我们共同分享这座城市秀丽的山川、清新的空气、灿烂的阳光和美好的未来。春城昆明，欢迎您